跟那个圆锥，就是这个螺丝的，转15圈，一、二、三、十四、十五，同样这边也是转15圈，一、十四、十五。接下来我们看所有的配件，刺片、工片、工钳，然后就是两个铜的滑轮，两个短销，两个卡簧。这两个卡簧是两个大一点的卡簧和两个小的卡簧，两根销子，就是原装的拆下来的话，这些配件是都有的。然后我们先拆工钳。然后我们先把工钳给它。先心轮，然后它这个工钳中间有一个卡着的，是放在中间的，这样放好。两边都这样放好。好，接下来就是大概是这样一个形状，然后。后弦簧放在中间，这样。接下来是找这个短的工弦，给装到这个长销的里边，这样装好。然后这一个也给它装好，接下来，然后把卡簧给放上。两个就装好了，然后拿两片工片，两片工片，一片工片的话就直接这样插上，然后呢上面的这个工片。看一下细节啊，装好之后是这个样子，这个放在中间，这另一边也是这样装，另一边的话也是这样，先装上工片，然后是滑轮。是第二片工片，装好以后放进来，然后现在就是这样一个形状，这两根是交叉的，这一根是带这个后弦簧的主弦。接下来呢，我们把这个滑轮。来转，就这样啊，这样给它包在这个滑轮上面，转一下，好，这样，包在这个滑轮之后，我们这边就要给它拽，拽着这根弦就不要动了啊，这边的这个这样装一下，然后放到短弦的这个里边来。然后拿着这个铜的滑轮给放上，然后这个短的销子给它销上，销完了之后，这个卡簧等一下再装就可以了。这边形成这一个形状，给它扣到那边。这个轮子转完了是转，然后这一边的话也需要给它转，啊，这边的这个轮子给它转，转到一半它就比较紧了，比较紧的话，我们拿这一根给它拉，
这里给拿一下，这样拿一下，这样拉紧一点，然后是这个头的接头，这两边不管哪一边啊，它是有一个最终的接头，最终是最后接头的接头呢，我们先给它套上，先给它装上这个滑轮，然后装上这个销子，这是最终的接头。接头的话，这一个需要回到这边，然后给它扣上。最终是这个样子。然后接下来就是我们刚才没有上那个，没有装那个砍簧的地方，把砍簧给装上，把砍簧给装上。然后中间的这两个弹簧，这个弹簧一定要放上，要不它到时候它容易掉。然后还有这一个，装完了最后一步，也是咱装弦的最重要的一步，就是需要把我们这个两个螺丝上紧，就是咱刚才松了15圈的螺丝，两边一起上。把这15圈的螺丝给它紧住，记住以后啊，我们 M38-6 装弓弦的教程就到此结束。